上次我们已经谈到 divergent 哈，散度，然后来到就是旋度，就向量主要就是这三个哈，这三个量，你把这三个量掌握清楚了，那么这门课就 OK 了，啊，所有的向量分析一切就 OK 了哈。然后呢，这边呢，基本上我们还是从所谓的垂直坐标哈，从垂直坐标来。然后呢，我的 divergent 对吧，是把一个向量变成是一个存量哈，这是 divergent。gradient 呢？把 f 带过来，变 gradient f，它是向量带哈，存量带过来是向量，它是存量哈，存量带过来是向量。那 divergent 呢？f 把一个向量带过来，变成是存量。向量带过来是存量，然后呢，我的 curve，对吧？是把向量带过来，还是向量，对吧？还是向量，所以是 curve，是 yg，所以它是向量带过来，是向量，所以这边。也告诉你这样，我向量里边的这样三个运算哈，三个运算，存量带过来是向量哈，它这边是向量带到存量，还有向量带到向量，那直接呢按照 yg 的定义对吧？这边是这样，这边是一个梯度嘛哈，梯度你把这一项呢看成是向量，然后 a 我这边是向量对吧？然后按照这样，按照 yg 的定义呢，你摆的三个方向分别是 i、jk 的方向。那第一个呢，把梯度看成是向量。好，梯度它虽然是一个运算值，是一个 operator，但是呢，我仍然可以把它视为 formally，把它视为是一个向量。所以我的梯度呢，就是第一个分项是 partial x，第二个分项是 partial y，第三个分项 partial z。那 a 呢，三个分项分别是 a1、a2、a3。对吧？那你如果把它写成各个分量，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上面这个式子。那一般呢，你只要熟记底下这个式子就可以。那后来人们呢比较习惯这样子写，我这边就不要用 x、y、z 了，对吧？我这边就不用 x、y、z，我就用这样，用一二三哈来代替，啊，用一二三哈，因为这样它所代表的是它的位置，所以这样的话，你看第一个分量呢是。就是对哈，就是对第二个哈，就是 partial y 嘛哈，那二三，啊这边呢是三二，这边是第一个分量对吧？这边是第一个分量，所以一不出现，一不出现的话，你要出现二三，对吧？二三跟三二嘛，就这两个 case，对不对？然后呢，一二三刚好就是 x y z，它是右手法则，所以它这边是这样，是正号，这边是正号，那这边呢是这样 x。这边是 x 位置，对不对？x 那来这边是这样 ，z y 刚好是这样，所谓的左手法则，它不哈没有满足右手法则，所以这边是一个负号，所以这边正负符号，这边应该这样，就是左手法则。那这边是正号，因为我这边是右手法则。OK，所以这样的话，以后你看到这个哈，看到这个旋度的时候，你的脑海里边有一个这样，有一个说右手法则。啊，这件事情我一直要强调，你在学向量分析的时候，这样多少的书他从来不告诉你这件事情，然后说他公式就是公式，对我而言，公式本身是会讲话的，啊，他公式本身是会讲话的。那你看对第二个而言呢，对啊，因为我现在是一二三的选择嘛，对不对？那我这边是二了，所以你的选择就是三哈，三一跟一三，对不对？那二三一对吧？二三一呢，这个刚好是右手法则，所以这边前面的符号是正的。啊，前面的符号是正的，那这边是这样，一三的二一三，它满足的是这样，是左手法则，所以这边是负号，所以这边正负符号是有意思的，对吧？刚好就是一边是右手法则，一个是左手法则，然后对第三个哈，第三个分量也是如此。OK，所以这是我要强调，就是说一个公式，对吧？啊，你看到公式，你不是只是背公式而已，数学如果只是背公式的话，我告诉你，什么人都没有兴趣。
你就算是找 David Hilbert 这些大数学家来，找牛顿来，他也不会有意思的，对吧？对他而言，对他而言，这个数学是一个工具，它是本身是一个语言 ，OK。所以伽利略的语哈，这一哈喜欢引申伽利略。啊，伽利略特别强调，他说大自然这是一本伟大的书，对吧？那这本书呢，它的语言是这样，用数学写的，数学 ，Mathematics is the language of the nature， 数学哈是语言。一个不了解数学的人，他没办法了解大自然 ，OK， 没办法了解大哈，就是没办法了解物理，没办法了解大自然 ，OK。所以这是弦度的定义哈。啊，比如说我这边随便一个向量给你，然后算它弦度，这边就直接计算。啊，我就不花时间在这边，回去算哈。你上了大学之后，就不要再像小学生对吧？要人家拉着你的手，这样一步一步这写。啊，这个也不哈，就是说上了大学之后，必须要这样自己独立。啊，自己哈有所谓的自己独立做研究的能力，自己独立看书，没有人再督促你了，对吧？那你自己哈，你要自己学会调配时间。啊，这是一门学问哈，如何调配你的时间，这是一门大学问，不容易。我希望你在读大学这四年当中，能够把它学会这件事情，对吧？就分配你的时间，还有要玩的时候呢，好好去玩。我们台湾的孩子哈，东方的孩子都通常有这个毛病，去玩的时候呢，玩得很有罪恶感，对吧？这边这个书那个书没有看，那个书没有看，对吧？很有罪恶感啊！读书的时候又读得很不甘愿，为什么我要这么命苦？人家都可以玩这样子，对吧？就是你常常在这种自我矛盾之下，所以我是强烈就鼓励大家，你要玩的时候尽情去玩，好玩得发疯都没有关系 ，crazy。但是你读书的时候也一样很 crazy 的读书，对吧？就是你要玩就专心去玩，哈，要读书的时候也专心去读，所以一定要学会一件事情。当你坐在你到图书馆或者在你的书桌前面，能不能在十分钟之内就入定了？办15分钟了哈，啊，10分钟之内就入定，这是一门不容易的功课哦。15分钟哈，能够在15分钟之内就入定。刚刚什么事情很高兴对吧？常常很多人就喜欢参加社团嘛，啊，就为什么社团？因为就是打底底下狼要很有成就感嘛。啊，有很多小女生看着里面的狼，就很啊，今天晚上跟某个女孩子讲话讲得很高兴，回来之后呢，还在兴奋。很多人参加社团呢，是最后是这样，会把他整个时间耗掉，去那边了不起一个钟头，结果你整个晚上都耗掉了，对吧？你要学会刚刚的很快乐的气氛也过了，或者是刚刚你遇到很挫折的事情也过了，对吧？目前为你啊，目前呢只有你跟这本书。能不能在10分钟就入定？所有的哈，刚刚的哈，快乐也好，啊，哀愁也好，都已经过去了。学会啊，不容易哈，我这是不容易的。OK， 那不容易就是因为这样，通常我们都认为说我们有明天嘛，啊，你认为说你还有明天，对吧？如果说你觉得说哈，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是短哈，是短暂的，那么呢，你就不会把你的时间，你没时间去物质了啦，哪有时间去物质哈？OK，Anyway，、okay, 所以像这些呢，我就留给大家去回去当做练习哈。然后呢，我这边的所谓的弦度呢，弦度基本上也是一种微分，啊，弦度也是一个微分哈。所以呢，我这边 divergent 对吧？我的梯度、散度、弦度基本上都是微分哈，基本上都是微分。所以对我这个而言呢 ，gradient f。啊，它的 dimension 就是 f 的 dimension， 然后我这边是梯度也是微分，所以它是 f， 我用中括号代表 f 的 dimension 除以 l， OK， 啊，以后我会用到这件事情，啊，就是你再看一下公式对不对，用这件事情来看，那 divergent 也是一样 ，divergent f， 它的 dimension 一样是函数 f， 因为我 f 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哈，啊，那就把它。我就用中括号 F， 我们还是用 Maxwell 的符号哈，把 Maxwell 一辈子一定要记住的啦，对吧？尤其
这边大部分应该是读电的嘛，对吧？读电的，读物理的，打死人哈 ，Maxwell 哈，你在做梦的时候都应该梦见他哈。这一样是 F 除以哈 ，F 除以 L， 因为这边是微分。然后呢，旋度也是一样。它仍然是这样 ，F 的 dimension 除以 L，OK，、okay, 所以从 dimension 的角度而言，这三个量哈，这三个量的 dimension 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哈，它本身的物哈，本身的物理意义是哈有很大的差异，好，虽然是 dimension 一样，你只能说那个单位一样而已，但是它的哈本身的性质有极大的差异哈 ，OK， 所以 anyway 呢，我现在把旋度呢，也就是把它当成是微分啊，那微分呢，你看以前我们的哈一阶微分的时候，它有这样，就是存量的微分，它有 linear 的性质嘛，乘一个西贝，对吧？西贝，那可以把西搬出来，对吧？那我这边两个相加减，所以在数学里面，相加跟相减是同一件事情了、啊，啊，在数学里面，相加跟相减，加法跟减法是同一件事情，那乘法跟除法也是同一件事情，是同一件事情啊。所以给大家一个问题，看你，如果有小学生问你，分数的除法，能不能用简单的东西来哈、啊，简单的概念来跟人家解释？你不能说啊，分数的除法就是啥、啊，交叉变成乘法。啊，分子分母颠倒，那变成乘法，你能不能解释？对吧？就你就说哈，就说是这样子的话，就当然他也可以算了、啊，当然也可以算，他也知道说怎么算，但是这样到底还是差了一点点嘛，那种感觉能不能解释 ？OK， 解释这件事情不太容易哈。有大学一个朋友，他后来就跟我问这个问题，他因为他可能要带小孩子，他问这个问题说哈、啊，要我怎么解释？后来为了解答这件事情，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写了一篇小文章，我就用披萨哈，就披萨那贴几分来分了哈，因为除法就是分的意思哈。我后来不知道说，原来我这个朋友他还是一个很好的 writer， 他写那个什么，好像在天下文化也出了两本书啊。他跟他女儿，他在哈跟他女儿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什么妈妈什么是最初的什么老师还是什么忘了，最近才出的。他一本那个他喜欢做菜。啊、然后他那个写那个在厨什么叫厨房之歌了哈、啊，他寄给我的，建议大家去买，不错啊，他文笔很好。对我顺便介绍了两本书哈、啊，两套书，我这强烈建议大家去买一套《飞门的物理学》，强烈建议大家，如果你是要读理工的，在你的书桌上面应该要摆一套《飞门》的书了。啊，这本书拿来当教科书是有点累。但是这样你就把它摆着哈，有兴趣的时候拿起来看一看，就针对你所需要的那部分来看。我强烈建议大家哈买一套。我自己哈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都放在那边哈。那另外就最近我哈就是有那个一个这个是原先不在这个书里面的哈。飞门的物理学诀窍这里边写的蛮他讲一些如何哈处理问题，如果直观的来处理问题。这最近才出的这个哈值得看。飞门物理学的诀窍哈。你看他这个脸哈，对吧？你看这个脸就是这样，很有智慧的脸嘛，很有自信嘛，对吧？最重要就是哇，强烈哈，就鼓励大家要有自信。这是我们在台湾，长期这个教育底下呢，缺少自信，走在路上干呢，怕什么？不用怕了，对吧？你看这些政治人物，你发觉说我们都比他水准高嘛，对吧？你管他什么人，对吧？我们都比他水准高，对吧？这些人都胡说八道，对吧？你就是这样很。就很有自信的 ，OK， 我觉得就是这样，我们缺少自信啊，这点是缺少自信。你要常常哈、啊、深呼吸嘛，对吧？深呼吸，啊，有哈、啊，如果累了，哈、啊，交大校园很漂亮，应该要常常去走动，就运动嘛。我这哎这边运动空气不错了，要常常运动。我觉得这是哈、啊、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啊，要培养这种哈、啊、所谓的哈、啊、就是运动的习惯，哈、啊，建议大家。这是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最大感触。在美国哈、啊，美国的大学校园里面，因为他美国人很喜欢运动，所以早上呢，天还没有亮，也有人在那边运动。中午哈、啊，你逃太阳，因为我在 Arizona 很热，对吧？我曾经有一年的温度呢是117度，摄氏不是摄氏了，就是所以叫 Fahrenheit 了哈，就华氏哈，117度，你把它换一下。
换一下摄氏，大概是48度左右了。所以你知道，但48度哈，你只要不直接晒太阳，不会热哦，因为它很干燥，它很干燥。台湾如果是37度的话，会热死的，因为我们是海岛气候，因为它很潮湿，很 humid。然后所以40几度，你不要直接晒太阳，是 OK 的啊。你知道就躲在树荫底下。然后我那一天呢，因为它天空要这样，天空是有点乌云嘛哈，我想说今天没有那么热，然后就骑着脚踏车从我住的地方到。树尾溪的图哈，树尾溪，然后到了图书馆，树尾溪的图书馆，坐到那边的时候呢，到了时候呢，就头晕晕的，他想说啊，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就把三张椅子把合并起来，就在那边躺睡了一个钟头，起来之后呢，头还是晕晕的，又睡了一个钟头，2个钟头之后呢，才比较好，然后继续工作，然后呢，到了半夜12点那天呢，因为通常那个是沙漠区哈，沙漠气候。太阳下山之后，整个温度就降低了，因为它那个比啊，因为比热的缘故嘛，比热小，所以那个什么温差会很大。到黄昏之后呢，温度就降下来。但那天呢，到了半夜12点，还是100度。半夜十二点还是100度，所以它要38度嘛。好，那我看新闻才知道说，哦，今天是 career high。所以那天呢，因为它是117度，然后呢，同样那一天呢，在那个凤凰城 Phoenix。如果你喜欢打篮球，就是 Phoenix 嘛，哈。那个那棒球是不是也是在 Phoenix？响尾蛇是不是在 Phoenix？对，Arizona 就是2个城市而已嘛，就是一个就是 Tucson 那个是大学城嘛，哈。对，我在那边读的学校，Tucson 就是那个什么，不是有那个韩国车有一个叫 Tucson 修理车啊，那个就是那个 SUV 了，汉代的韩国的那个汉代，它就取 Tucson TUCSON 的 Tucson。它有两部车嘛，另外一个叫做 El Paso 嘛，那个是 New Mexico，就隔壁那个州的，就叫 Tucson 啊。你们没有人开车吗？是叫做 Tucson 哈，不是 Tucson，是 Tucson，是 Tucson。那同样那一天呢，Phoenix 温度122度。好，它为什么比较热？因为它地形是低洼的，所以是越低洼越热哦。越低越热，不是越高哈，越高因为离太阳越近，所以越热不是这样子哈，因为是这样，是辐射的缘故嘛，对不对？radiation 的缘故嘛。然后因为这样，Phoenix 是122度，那时候飞机呢不敢降落，因为飞机他就认为哈，就是一般他比较有把握的哈，飞机降落温度应该是120度了，所以 Phoenix 那边飞机不敢降落，是跑到 Tucson 117度降落。OK，所以我那天才知道说原来啊。生平第一次呢，中暑了。原来我那个啥，在那边头晕晕的，原来是中暑。OK，所以我也曾经中暑过。OK，所以这边第三个就是乘法的就是一个存量，那一个相应，对吧？那这个它有乘法的法则，跟我们原先那个微分的乘法法则是一样的。OK，是一样的类似但是这样存量那边它变成是一个梯度这边是一个梯度。然后善度对吧？善度跟那个什么，跟那个跟 YG 的这边的这边的这也是一种微分那么呢，你另外的第二项呢，这边它是这样，是这边是这样，是旋度的。那旋度就是旋度，那在 YG，这个公式常常会用你在推导那个什么 Maxwell equation，或是你在处理所谓的那个流体力学方程式的时候，这个公式也常常在用。那证明方法就是算，OK，就是算。你读数学一定要能够算，不哈，一定要算过。你算过了，你才会这样。算过甚至算错都没有关系，一定要迷失过。你读任何一门学问，一定要曾经迷失过，这样子你的感受才会深刻。所以一路第一志愿能上来，我绝对不欣赏，我也不太相信。因为这种人这样看不堪这样不堪挫折，这种人是不堪挫折的。所以这样，你看趁年少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考上交大，对吧？不太满意了，对吧？如果是我，我就把它当成说，你人生最大的挫败是考上交大嘛，对吧？总比有人他一生最大成就是考上台大，那后来有什么东西，对吧？多少人就是这样，浪费他的生命，对吧？你就把它认为说，你最大的挫败是这样子，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才会去思索说你的人生是什么，你就不会这样，不会局限于那个什么，就是被那个联考一次，然后就把它决定你的终身啊。那底下这个哈、啊、也蛮有意思的，就是一个函数的梯度，那你在做梯度跟旋度，那会等于零哈、啊。那旋度在做散度，这会等于零，所以相当是这样。我的哈、啊，我的旋度跟我的梯度呢，它是一个彼此互相垂直的算子。哈、啊，这哈、啊，所以这件事情相当是如此哈、啊。所以第一个式子相当就是我的旋度跟怎样呢？跟我的梯度是垂直的啦，啊，是垂直的。所以如果在特殊的时候呢，特殊的时候，如果是在二维的时候 ，two dimension 的时候，我这旋度呢，直接把它写成是鬼顶的，啊，它的垂直算子，啊，这个符号有没有看过？你学线性代数里边有没有学哈、啊、这个符号？这是一个算子跟它垂直的，啊，互相垂直的算子 ，OK。那第二个也是一样，就是。第二个呢是这样，是散度跟旋度，所以方向不一样哈，这两个方向不太一样啊，一边是存量函数，一边是向量函数，所以这边这两个哈、啊、是颠倒的。OK， 那这边的计算哈、啊，这边的哈、啊、证明也是直接计算而已。那比如说我这个 A 这个向量，那我哈、啊、你要我直接用这个函数来验证哈、啊，验证刚刚的哈、啊、那个公式，就直接计算啊，这边就直接计算。那第三个哈、啊，这边也是一样哈、啊，就是说我们这边常哈、啊，就是你在向量里边，我们常常会考虑一个所谓的半径函数，常常会考虑所谓的 radial function，radial function 哈、啊，这叫半径函数哈、啊，或者是有人都要叫径向函数了哈、啊，就是这个函数只跟你的半径有关哈、啊，半径函数。我的 f 呢，它原先应该是 x 的函数，对吧？但是它只跟这样，它有半径有关。这个 r 就是 x， 跟角度无关哈，它是半径函数，就是说与角度无关。那哪些函数是这种东西呢？就是什么？你说我看到那些所谓的位能啊，对吧？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啊，等等，这样就是什么位能啊，这哈、啊、位能函数啊，等等，这些通通都是 radial function。OK， 所以那个叫做 fundamental solution 哈。这种函数最特别就是 fundamental solution， 就跟我们在处理牛顿力学的时候，对吧？我们哈、啊、就是牛顿力学，我们后来是证明说你可以推出所谓的 Kepler 行星三大定律，对吧？那它有一个前提。牛顿力学是不是有个前提？你的力只跟你的半径有关，跟角度无关，对吧？所以最典型的就是牛顿力学。对吧？你的向心力场，它在这个假设底下，对吧？向心力场，你的外力 F， 它只跟你的半径有关而已。只跟你的半径有关哈，这我们哈后面会常用。所以如果 f 呢哈是只是跟 r 有关的，是一个半径函数哈，那么我们就底下这几个性质。OK， 那主要就是利用这件事情。我现在就是一个 r 位哈一个位置向量，因为它就是 x y z， 那你做它的什么？你做它取它的旋度，这项始终是等于零，啊，始终是等于零哈。你可以想象这样子，就是说你的半径是这样子，然后旋度是要转弯嘛，对吧？跟它垂直的哈，它有垂直的概念。你这样，我哈，我这 r 呢位置向量，它始终是从原点拉出去嘛，对吧？对，我这个向量始终是这样，是一条射线拉出来，它不会旋转，对吧？因为我这个向量场，对吧？你把它看成是就是一个向量场嘛哈，就是像那个什么向心力场之类的，我现在拉出来。如果你从这点出来的话，如果你画它的向量场，基本上就是这样辐射出去，没有旋转，对吧？没有旋转，所以这个 gradient 它的旋度
他当然要等一点，他当然要等一点。啊，如果你这样内宣哈，如果你这样，如果他的向量场画出来，他有旋转的话，那么就可能就是正的还是负的，然后还在看你的当然还要看你的那个什么单位向量哈，看你是右旋还是左旋哈，看右旋左旋。请他二三的话就是直接计算哈，这边是直接计算。然后我这边再引进一个概念叫 Jacobi Matrix 啊 ，Jacobi Matrix， 就是说我现在要把那个什么散度、旋度、梯度呢，整个把它合并在一起。那这 Jacobi Matrix 呢，跟你将来就是说如果会学到所谓的 Deformation Matrix、Stress Tensor 有关。Jacobi Matrix， 这个会跟。在流体力学里面的 stress tensor， 啊，跟这有关。那这边也可以拆成所谓的 deformation matrix。啊，我跟这件事情有关。那这个东西它怎么定义呢？哈，就是这样。我现在是向量啊，哈，向量我把它做梯度，那我们明天知道说梯度是把一个存量变成向量嘛，变大了，对，那我现在是向量，向量在做向量，向量的向量，所以是体证嘛，对吧？向量的向量是这个是体证，所以就是这样，我第一个分量，对吧？取它的梯度，对不对？然后第一个哈，就是第一个 A one 的取梯度放在这样，放在我这边的是第一行哈，这边是第一行，那一样。那第二个分量呢做梯度就放第二行，那第三个分量取它的梯度做第三行，所以它变成是一个矩阵，是一个三乘三矩阵。那以此类推，如果是 n 维哈，就是如果是 n 维空间的话，它变成是一个 n 乘 n 矩阵。那这矩阵呢取完之后呢，你自己看它对角线，第一个分量对 x 的微分，第二个分量对 y 的微分，第三个分量对 z 的微分，所以刚好取它的 trace， 这个矩阵的 trace 刚好就是它的 divergence。啊，刚好就是我的向量场，对吧？就是 gradient A 它的 trace， 我这边 T 啊就是 trace 哈，啊就是我原先 A 的什么，它的散度，它的 divergent， 啊这个 divergent。然后呢，就说我这对角线之外之后啊不看，然后你看就是第二哈，就是你就看第一哈，就是一哈，比如说 A E Y 对吧？然后两个对角线的部分哈，对角线就两个就是 n 哈，就是 anti symmetric 的地方，啊，比如说就 a one y， 然后这个 a two x， 那你这边这两个相减，或者是 a 三 x 这边 a 一 z 这边这两个相减，然后或者是 a two z a 三 z 这边这两个相减，那边刚好就是那个什么，刚好就是你的旋度的部分嘛，啊，就刚好就是旋度的部分，对吧？所以你看这边 A3Y 对吧 ？A 哈 partial A3Y， 那这边是 A2Z 对吧？这边就是你的 I 的方哈，就是你的 I 的那个分量，对吧？然后呢，那你的 A1Z 对吧 ？A1Z 那减掉 A3X 这边，那刚好是你的 Z 的分量嘛。那另外这两个的相减就是你的 K 的分量。所以有时候用 deformation matrix 来写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那我这边。这边的一个 deformation matrix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这样子，我的 gradient A，OK，我把它写成这样子，啊，这是一个矩阵，啊，这是一个矩阵，矩阵呢，我们常做这件事情 ，always 哈，是 gradient A， 再加上 gradient A， 它的转置矩阵 transpose，OK 取二分之一。再加上二分之一两个相减的部分 gradient A 扣掉 gradient A 的 transpose， OK， 所以这部分我把它叫做 D， 这部分我把它叫做 Omega， 对吧？任何一个矩阵永远可以做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跟着啊，跟我们在函数里边 always 可以做这件事情，这是同样一件事情，函数 fx
永远可以写成二分之一 fx 再加上 f 负 x， 对吧？然后再加上二分之一 fx 扣掉 f 的负 x， 那这部分就是你的 even function 跟 odd function， 对吧？中心，对吧？就是你把它当成是自然的嘛。它、啊、这个东西也不用背嘛，就是它自然而然就要有这个东西的，是 nature 的哈，自然就是美哈。这就是你的 even 的部分 ，even part。那这一部分就是你的 odd part。OK， 就是你的 odd part。这个哈，这两件事情是同样的，啊，这两件事情是同样的，所以你学矩阵对吧？学线性代数 ，always 要这样一件哈 ，always 认识这件事情。一个矩阵可以把它拆成这样，第一呢是对称的部分，所以你可以 check D 它的 transpose 跟自己是一样的，它对称矩阵，就相对应我这边是一个 even function，even 是对称的嘛，啊，就 x y 哈、啊、就是这样，左右两边是对称的，那 omega 呢，它就会是 anti-symmetric， 对不对？是负的 omega。对吧？负的 omega 就表相当于是它是一个 odd function， 对吧 ？even 这边是 odd， 所以一个哈一个矩阵是 anti-symmetric， 它对角线一定是等于零。你们把它相加就好了，啊，你把它相加就好，所以对角线一定等于零。OK， 一个反对称的矩阵，它对角线一定等于零，啊，一定等于零。OK， 然后这个矩哈，第一这部分是一个对称矩阵。那么 D 呢，一定可以对角化，啊 ，D 就可以哈、啊，这边 D 呢就可以这样对角化，这边就可以对角化，那 Omega 这边呢，对吧 ？Omega 这部分就是这样对角化的，对角化的部分已经拿掉了，对吧？中间都零掉了，所以它是一个三角矩阵，对吧？它是一个这样上三角或下三角矩阵。中间都这边都是零掉，所以如果是一个 n 乘 n 矩阵，对吧 ？n 乘 n 矩阵呢，你把它乘一次、乘两次之后 ，n 次之后就这样，我的这边有东西的，就一直往上面挪挪，最后就零掉了。所以这部分是所谓的 nilpotent part， 啊，这部分就是nilpotent part， 因为 nilpotent 就是这样，乘了几次之后就等于零，这部分是 nilpotent part，nilpotent。那怎么哈？这部分怎么哈？怎么把它化为这样一个矩阵？如何求它的这样 canonical form， 对吧、啊？就是这样，就说能不能对角化？那不能对角化，就是取它的 Jordan form， 就做这件事情。OK， 所以一个矩阵你一定要能够算它的 Jordan form。OK， 不会很难哈，所以不会很难。现代数好好学，这是你的基本功夫。就说你在哈大学数学里边，你一定要有几个东西呢？你觉得非常有把握的。啊，非常有把握的，就是说你对他非常有感觉哈。我是从来没有教过线性代数的，我是没有从来没有教过，但是这样我对他很有感觉哈，我对他很有感觉。你学数学一定要感觉，因为这样学我常常喜欢讲嘛，就学数学就跟哈你要跟一个人结婚嘛，啊，你要跟他哈一辈子相处在一起的，一定要有感觉，没有感觉你怎么活得下去呢 ？OK， 所以呢，我们哈。对这个地方，这个底下这个例题而言，对吧？就 A 是这个向量，那你可以算哈，算它的 divergence 还有 curl， 对吧？那我这边是用 Jacobian matrix， 啊 ，Jacobian matrix 写出来就直接微分哈，对吧？得第一个分量分别对 x、y、z 的微分，那第一个分量也是，那第三个分量就取它的梯度嘛哈。那么 divergence 就是取它的 trace 就变得很容易，啊 ，trace 这边直接把它相加就是 trace， 那旋度就是这样交叉的部分，对吧？所以我这边的 trace 就是这样。我哎 ，sorry， 我这边的旋度就是有旋转的部分哈，啊，我这边是哈，所以我这边对应到这边来，我现在一个矩阵哈，一个对称矩阵，一个是这样，是一部分是这样，是所谓的哈，就是所谓的 anti-symmetric 部分。那么呢 ，exponential d， 我现在假设 d 呢是对角矩阵，那么它就是 exponential lambda one，exponential lambda k 是这个样子。那 exponential omega 呢？
通常 Omega 呢，因为它刚好是就是旋转的部分嘛，哈，它大概是零负一啦。比如说 Omega 等于零负一一零嘛，因为这它是的哈，它是 anti-symmetric 矩阵对吧？所以它是零负一一零这个样子。那 exponential Omega 会不会算？它就会是 cosine sine sine cosine 这种形态，是一个旋转的矩阵，是一个 rotation matrix 啊，是一个 rotation matrix。OK， 这个不会很难算，就是啊，你按照定义 summation， 你这 omega 呢，你把它算 omega 平方 ，omega 一次方，这有了 omega 平方等于多少？算一下，对吧 ？omega 三次方 ，omega 四次方，对吧？之后它就会还原，它就会还原。OK， 然后呢，它就会有这样，就是有正啊，就是跟 I 它的性质会跟 I 一样 ，E I 对吧？那负 I 又回到啊 E I。那负一，然后负 i 又回到一来，它会有这样，会有这种周期性，那你就可以算，你就又利用那个什么，利用那个泰勒展开式的定义，可以算 exponential omega。你学线性代数，这个一定要会算了，这个不会算哈，线性代数等于白学了，学了老半天什么 linear dependent linear dependent 对吧？然后加补上什么，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一个哈一个矩阵对吧？求它的 canonical form， 一个矩阵随便一个矩阵 a 给你，算它的100次方，你不要以为说哦。依此步骤算下去就可以得到答案，这是错的哈！我以前就干过这种事，真的。我以前呢，他那个时候考研究所对吧？他那个时候要叫我算一个 n 重积分，对吧？算一个单位球的体积 ，n 为球的体积，那你就把它算，通常就算 n 为球的体积，就把它降为 n 减一维，然后降为 n 减二维嘛，对不对？啊，比如说三重积分，你是不是变成二重积分，然后变成一重积分，那算了。那我就开始，然后就 n 重积分，然后变成 n 减一维，然后变成 n 减二维。然后呢，写写之后呢，那我就变成有点嚣张了哈。依此步骤算下去就可得到答案，我就真的在考卷上面这么写。那我想说，我至少有个步骤，十分里面至少给我五分嘛。啊，最后是没有录取了，对吧？最后是这样，是没有录取。OK， 然后后来在想，就说哈，就说你答哈，你写答案不应该这么做了，这是错的。实际上你没有解任何的问题。啊，你算 n 维可以变成 n 减二维哈 ，n 减一维，然后 n 减二维，但实际上你没有解问题，因为你必须要推出一个这样，用推出一个所谓递回公式 ，n 维跟 n 减一维之间有什么关系，或者是到 n 减二维之间有什么关系，然后再把它降到一维来算，你必须要把那个递回关系算出来 ，OK。所以后来，因为这样，因为那时候考研究所的时候正好就这样子，我那时候去考中央，他出这个题目，我觉得出这个题目有点要求哈。但 anyway， 我后来就是这样，后来读研究所的时候，就是自己重新把这样 n 维球的体积跟表面积自己把它算过一遍，所以我到现在非常有感觉，我随时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把那个题啊，把那个答案写给你，算给你看，不会很难啊，不会很难。所以我鼓励大家要，如果特别是数学系的哈，如果你不是数学系就 OK 了哈，我对数学系的要求高一点。你是数学系的学生，一辈子当中一定要算过一次 n 维球的体积，啊 ，n 维球的体积还有 n 维球的表面积。但你要先有哈，先有个概念。所以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球的体积跟表面积有什么关系？有没有想过？球的体积跟表面积有什么关系？如果不知道的话，就先看二维跟三维看看。你看，二维的时候是派 r 平方，它表面积就圆周，对不对？二派 r， 对吧？这是 n 等于二。我用体积这样子来写 ，v，n 为球，半径是等于 r。那表面积呢？我用 s n 减一。就我们在数学里面写 S n 减一，这边 n 减一表示是它是 n 减一维，表面积是 n 减一维，对吧？圆对吧？圆盘是二维，对不对？那圆周是一维，因为它是一条线，啊，它虽然是一条是一个圆周，圆周是一条线，这是 R。然后你至少背两个啊，背两个。那 n 等于三，体积面啊，体积三分之四。派 r 三次方，对不对？这阿基米德他弄出来的啊！你看阿基米德在2000多年那个年代就能够算，
球的体积跟表面积，这是非常的，就说非常 amazing 的一件事情。对，你学数学要学会欣赏，啊，欣赏这些伟大人物所做的，也欣赏你自己，对，也欣赏别人，啊，不要说啊，也没什么了不起了，不很壮了，对吧？我们的小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哈，都是这副德行。我看那个什么小学生呢，就是这样子。我看那个什么，我那个妹妹的小孩子，然后就他学校里面不晓得什么事情，他说啊，没有怎么样啦哈。我听到这种话，感觉这什么个巴了你哈？你知道这样？因为你知道，长期下来这样，你不会欣赏别人，一个不会欣赏别人的人，也不会欣赏自己，对吧？你要学会去赞美别人，你这样你的日子会过得比较快乐，而且才会这样，才会从这里边呢学到得到乐趣。真是四拍啊，乒乓。OK， 看得出来吗？如果想得非常遥远哦，就错了。OK， 数学呢，一定是这样，越直观越好的了。如果人先想一想，想得很，哇，什么天方夜谭，或是有时候要你造一个反例，啊，就想一想，想得非常遥远。我告诉你，都已经走火入魔，都错的。你造了一个例子，自己都不相信了嘛。对吧？你比如说要给你问一个什么有哈、啊，就是一个 boundary set，boundary set 你就知道零到一就好了，什么东西都不要这扯那么远，零到一就好了。OK， 看出来了吧？对 r 微分等于这边呢？对 r 微分等于这边呢？对 r 积分等于这边吗？对不对？啊，对 r 积分就等于这边吗？所以表面积呢，啊，体积把它微分就是表面积，表面积呢沿着半径把它积分，对吧？我现在都微分都是对半径而言。表面积呢，沿着半径把它积分，就是你的体积。啊，如果看还看不出来，你喜欢吃洋葱吧？你看洋葱是不是一层一层剥出来的？对吧？表面积啊，慢慢积出来，就不是积成一个实心的嘛？对吧？你把洋葱那层就是看成是这样，是它表面积嘛？对吧？一层慢慢长出来的，沿着半径把它踢出来的。OK， 所以我就可以利用这件事情。对吧 ？Vn 对半径的微分就是表面积了。那或者这样，我的表面积沿着半径把它积分，零到 r，Sn 减一，对吧？我这边是t，dt 就是我的体积，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OK。你利用这件事情就可以算单位球的体积跟表面积了哈。然后呢，在数学跟还有物理里边一个重要的一个算子叫 Laplace， 那这就是那个法国那个天文学家哈，他也是数学家了哈。Laplace 大概就是那个接在 Lagrange 之后大概就是 Laplace， 比他至少呢，比他哈早之前是 Euler， 但 Euler。那光姐老师是谁没有人知道。啊，但有的书就直接把它推到是 Euler 了，但不是了哈。他的指导教授是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因为他这样好像19岁就已经是当大学的正教授了。好，原先家境很好，他最开始的时候有看到什么牛顿的牛顿的书，然后那时候都没办法激起他的兴趣。他也看那个什么欧几里得的那个什么就是几何原本，他说那个很小的时候要看的，但记不起他的兴趣，因为这样他说那个时候他们家家境很好。那后来呢，大概到中学的时候呢，就老爸呢就破产掉了，破产之后他才想到说要去读数学，所以大概读数学大概可能都不是很不是哈、读得好大概都不是很有钱了哈。 OK， 这样一路下来哈，Passon 呢，他的老师同时有两个，他又跟 Laplace 又跟 Lagrange，OK，OK、okay. okay, 一直拉到有一个叫做 Peter Lux， Peter Lux 是在 NYU 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学生是 Dave Livermore， 那他的学生。所以艾默拉邦点
有优良的血统，对啊，这是我的族谱，对啊 ，Laplace、Poisson 这些都是我的族谱哈。所以大家都会都大家都有优良的血哈，优良的哈，优良的血统，对吧？我们的拉拉拉就拉到 Lagrange， We are all Lagrange 哈 ，Lagrange。OK， 所以这个是 Laplace 算子 ，Laplace 算子它是这样 ，divergent 然后梯度哈 ，divergent 梯度，所以你把它看，这是我的 divergent 是 gradient dot 哈内积嘛哈，然后再跟你的梯度，这把它看，所以 formula 就是梯度跟梯度的啊，梯度跟梯度的内积嘛哈，这第一个分量跟第一个分量乘在一起就是二次微分，好，那 y 就 partial 平方 y 哈 ，partial 平方 partial y 平方 partial 就是 z 的二次微分 ，OK， 这就是 Laplace 算子。那一个满足 Laplace U 等于零的这种函数，我们特别把它叫做 harmonic function。OK， 这 harmonic function， 那这个 harmonic function 会跟那个什么，跟我们的什么重力位能啦、啊，哈，什么电位啦、啊，什么，反正你听到什么位的，都是跟 Laplace equation 有关。OK， 所以最典型的是这件事情哈，就是说我现在取半径 r， 就说这 n 次微分的我不管它哈。就是 Laplace R 的 N 次微分有一个 N， 然后这边 N 加 R 的 N 减2，就说这件事情我从 dimension 的角度容易哈，容易判断我这件事情对不对哈，因为这样我的 Laplace 是二次微分，对啊，是二次微分，所以我的 R 呢，你把它哈为两次，就是你的 dimension 少两次嘛，所以这边是 R 的 N 减2，对吧、啊？这边是 R 的 N 减2，那比较特殊的时候 ，R 分之一这个量，对吧 ？R 分之一就是那个什么重力位能啊、电位啊，都是不是都 R 分之一这一项的？你这把取它的 Laplacian， 但前提是 r 不能等于零哈。那么呢 ，r 分之一的 Laplacian 它等于零，所以 r 分之一是一个最典型的哈 harmonic function。底下这个公式蛮有趣的哈。我现在是一个 Laplacian， 就两个函数相乘之后它的 Laplacian， 那刚好是 f Laplace g， 然后两倍的 f， 哈 gradient f dot gradient g 再加 g Laplace f， 你看这公式看起来是不是似曾相似？这个公式看起来，中学就学过的，巴斯卡三角形嘛，对不对？一二一嘛，对不对？是巴斯卡三角形，所以这个公式实际上是所谓的 Leibniz formula 的啊一种形态 ，Leibniz formula。f 跟 g， 它的微分。对吧？比如说这边就是 n 次微分，它是不是就是二项式定理一样的，对不对 ？summation c n k k 从零到 n， 对吧？然后 f 呢 ？n 减 k 或是 k， 反正两边它因为它是对称的，所以没有关系，对吧？那这是 g 的 k 次微分，合并起来一定是 n 次的。啊、哦，所以我这边换成 Laplace， 它一样有类似的性质哈。你把它看成是二次微分哈，类似二次微分。然后呢，底下这个是蛮出名的 Maxwell equation， 这特殊的哈，就我在真空里边的哈。一般而言，就是那个 Maxwell equation， 你的那个电场的 divergent 哈，这边是要有东西啦，好，不会等于零。那因为我在真空里边。对吧？我在真空里边，所以这边因为真空里边没有电荷，对吧？没有电荷，所以这边哈，这边是哈，这边是零，这是蛮哈，这是典型的 Maxwell equation。一般而言呢，这边会有一个哈，一个就是一个 low， 好 low 是电荷，那可能会差一个什么四拍之类的哈。Anyway， 你这边就是一个，就说一般而言呢，你的电场这边呢，电场的 divergent 会等于一个 low 什么东西了哈。那这件事情容易看，容易想象，你想成这样，就是。有电荷才会产生电场，对吧？你 Maxwell equation 啊，这样子想象，有电荷才有电场，所以 ，sorry， 所以我这边的电场这边呢，你的 divergent 呢，如果你有电荷，那这边就一个哈、啊，就是一个哈、啊、一个 low 的东西出现，这电荷出现的话，产生电场，所以 divergent 一会跟你的电场有关。那 H 是磁场呢，磁场它的散度呢永远等于零，啊，因为是这样子，因为你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磁铁。啊，它一定永远是一个正极跟负极，正极负极抵消掉。那你把它砍断了，正极负极，正极负极，对吧？一样都这样，正极负极都抵消掉了。所以对你的磁场而言，这项永远是这样，这项永远是等于零的。啊，磁场这边这永远是等于零。
那另外这两个就是什么法拉第定律、什么定律之类，对吧？这边没有那么完整哈，因为通常还要再加一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漂移电流。好，内向的姑且不看哈，这边呢基本上就是这样 ，H 的微分对吧？磁场的微分就变动的磁场嘛，对不对？变动的磁场会产生电场嘛，是不是？啊，就是你这样子解释它。然后呢，变动的电场会产生磁场，变动的磁场会产生电场嘛。然后这边为什么一哈？这边为什么是要旋度？因为这样，电场跟磁场它是不是彼此互相垂直的？对吧？电场跟磁场是互相垂直的啊，所以这边是这样。你这边不是 divergent 也不是 gradient， 而是旋度。因为这样，电场跟磁场这两这边的这个式子里面是告诉你说，电场跟磁场它是互相垂直的。OK， 然后这边 c 呢是它的传播速度啊？为什么这边 c 是传播速度？这样子看哈。我对这件事情非常有把握哈 ，dimension analysis， c 是速度啊，为什么是速度？这样子看，对吧？比如说就 one over c， 通常有的人不写这个 c 的话，就假设它的速度是一嘛哈，但我是建议说这个 c 把它留着，这样才合理。partial t 一 ，OK， 这两个不看哈，因为哈这两个的 dimension 哈，等下会一样哈。就不会一样，会差一个什么东西哈？那个东西暂时没有放进来。OK， 这两个不看。那么呢，这边的 dimension 是 E 除以 L 啊，我 H 不看呢。我现在假设 H 跟我的磁场跟我的电场的 dimension 是一样哈。那这项是 E 除以 C。那这边 partial T 是这样，这边是微分 E 除以 T， 对吧？所以我的 C 的 dimension 就刚好对吧 ？C。刚好就是 L 除以 T 嘛，距离除以时间是速度。OK， 那通常这个 c 是光速哈，通常而言是光速。所以我刚哈第一节课的时候，不是说就是哈在哈就在美国的那个不晓得哪个学校的物理系了哈，请你们这边也可以就是自己系里边就做一个系服，或者是光电系应该更如此嘛哈，有没有光电系的？你们有没有系服？自己做。上帝说要有 Maxwell equation。于是就有了光，对吧？你这会出名的，会出名，把写成中文哈。啊，记得哈，就是要讲一下说哈，是我跟你讲哈。OK， 我没有开玩笑了哈。一般而言，我觉得在美国读书，我的感触是这样，就是说美国人还是比较天真一点，就是他感觉上还是比较有创意哈。所以我那时候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是喜欢在校园里面走来走去。看洋妞啦，然后吼，OK， 你也知道哈，因为那个时候反正还没有结婚对吧？反正比较自由嘛哈 ，OK， 然后就是哈，美国女孩子就是你在路上，她大老远就看她的时候呢，她会很高兴的这样微笑，哎，一路看到前面的时候，她跟你嗨，对吧？她不会说什么色狼啊，这边挖哥嘛哈。就是人家就很大方了哈，所以就是你喜欢在校园里面走就是这样子。然后还有因为他们的运动风气很好，所以在校园感觉上那个啥比较有朝气啊，这是我在台湾的大学里面所缺少的，比较没有那股朝气，至少一般而言啊，就是还是缺少那股朝气。但我觉得交大还不错，因为这边运动风气很好，好像我是哈什么吃饭时间每个人就拎着一个便当嘛，对吧？在走动。Anyway， 就觉得是比较就是那我觉得就是哈，最大感受就是那股朝气。那所以你看，以前我在成大教书的时候，我在成大教书14年哈，常常就看到学生大清早，对吧，来上课，然后就是也说个爹啊，他们的爹倒定啊，爹上面哈，然后又穿着拖鞋，18、19岁、20岁左右的孩子啊。哇，生命的步伐竟然是如此沉重。OK， 生活作息不正常哈、啊，半夜你学校网络太方便了，1点很早吗？2点还早吗？3点差不多而已吗？4点、5点，半夜没有在睡的大有人在啊哈。OK， 我觉得这都不是很好的生活作息。OK。所以由这边呢，那你借由那个什么，借由那个就是我们那些梯度、散度的计算。啊，你可以证明一下这个，就是
啊，你可以证明。最重要是底下这哈这两件事情哈，底下哈最重要是这底下三跟四，我的电场，对吧？我的电场跟磁场呢满足了，这是一个 wave equation， 是一个波动方程，啊，是一个波动方程。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说，原来电哈电场跟磁场，电磁场都是光了。都是光，它只是说这样，它波长不一样而已。还有它传播的速度跟光的速度都一样，都是一样，这个稀释光速。OK， 所以我的电场跟磁场是同一件事情的。OK， 那这件事情就是它从理论上，这是 Maxwell 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那证明哈这件事情做实验证明的是赫兹。证明哈电磁波就是光的话是赫兹。这奥地利哈，奥地利物理学家，他的老师就是那个 Helmholtz。那时候 Helmholtz 就是鼓励说哈，你去做这个实验，来验证那个 Maxwell equation。Helmholtz 他是读医学的，但他始终无法忘情于物理，所以后来他等下去当了医生，当了军医等等，最后还是做物理的实哈，做物理的研究。Helmholtz。OK， 所以赫兹实际上是他的学生，他鼓励他来做这个实验，所以后来赫兹就是做这个实验验证了 Maxwell equation， 这是哈历史上相当出名的实验哈。OK， 这证明就是直接哈就利用像哈就是哈就是像样的计算，所以我就进入第三章了哈。所以第三章主要是要讲就是积分。OK，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哈讨论两件事情。三重哈体积分我不谈哈，所以的哈，所以主要就是一个 line integral 线积分 line integral， 还有曲面积分 surface integral， 那 volume integral 我就假设大家已经知道哈，我这边应该有教到重积分嘛，三重积分有没有？应该有啦，只是说很快就掉，因为已经期末了，很快就带过去哈。Volume integral， 所以如果你觉得 volume integral 这部分你不是很熟悉，你再把微积分拿起来看，对吧？拿起来做题目哈，拿起来做题目。然后呢，我的线积分主要是要做这件事情。就我原先的积分是这样子，那这是 fx， 我是沿着 x 轴这边积分，对吧？所以我要算的是这部分的面积。OK，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说，你们家的围墙哈，你们家的围墙正好是盖在 x 轴上面，那这个围墙你让它有这样有花样，对吧？那这个哈这道墙它的面积是多少啊？这是我们在微积分里面所学的。但是呢，现在今天你突然之间就说你们家换了另外一个地方，换了一个这样，你们家的边界哈边哈你们家的围墙不是 X 轴，对吧？是这样子哈，就是可能是学校那个湖了哈。OK， 那我就开始盖围墙，对吧？随便这样盖围墙，那这围墙的面积要怎么算哈？哎，不好意思，我画图不是很好哈，我从来就哈画图就很烂哈。关于画图，我大家建议大家看一本书，我觉得那本书值得看哈，就是那个蒙娜丽莎与哈数学与蒙娜丽莎哈，我上礼拜才看完的。OK， 所以至少这点不是坏榜样，我不晓得我是不是好榜样，我不知道哈，但 我至少确定一件事情，我不是坏榜样。OK， 我上礼拜看就看了。我现在大家基本上一个礼拜维持看一本书，就是一些什么通俗数学的书啦，或者是有时候好的小说看嘛哈，比如说两个礼拜之前我看的那本什么《东京铁塔》，好看，很感人，值得看哈。如果有没有电影？应该有电影吧，所以有电影的话，我很想要去看哈。OK， 平均哈一个礼拜哈，他一个礼拜看一本书，也鼓励大家从哈你在读书的时候就培养读书的习惯。哈，求学阶段就应该要哈建立起这种读书习惯。OK， 所以我刚刚说的是数学与蒙娜丽莎哈。
讲那达哈，讲那个达芬奇的故事哈，蒙娜丽莎哈。这是时报出的。我觉得值得看哈。OK，所以呢，这时候呢，我原先的积分是这样子，我现在是 f，x，我这是 dx，我是在 x 轴上面，对吧？我的宽是在 x 轴上面，对吧？这比如说就从 a 到 b，那我现在变成是一条曲线，我在曲线上面这样盖围墙哈，我在这围墙曲线上面盖围墙，那么呢，这 f，我的哈。我的这一段呢，每一段的距离是这样，用弧长的，对吧？所以我的 dx 是用哈，变成是 ds，那函数还是哈，函数 f，对吧？就是我现在不写了，免得弄混乱。这是 f。那我的积分呢，不是只有这一段的，而是这样沿着这曲线，对吧？所以我这边就写一个曲线 c，这样子而已。原先是直线的，那我变成是一个曲线，那这个积分该怎么算？对吧？该怎么算？对吧？这是我的线积分，所以呢，整个问题就是整个哈 question，你要掌握的就 ds，这个是等于什么？你所有的积分，对吧？你双重积分你是怎么算的？把双重积分变成一维的积分吗？你最后都是回到牛顿了，对吧？所以牛顿只做一维的，在 x 轴上面，对吧？后面的人所有的东西都建立在这基础上面嘛。所以你看，在后面的人，你比如说什么？像 Lagrange 这些都是大人物，对吧？Laplace 这些都是大人物，他研究牛顿力学之后，他就要感慨，你看这些都是大人物了，还有这么深刻的感慨。他说呢，宇宙只有一个真理，但已经被牛顿发现了。他认为就是说，他只是帮牛顿把它修饰得漂亮漂亮而已，对吧？基本上最开始的工作，最创意的工作，就是牛顿嘛，就是牛顿。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哈，你有。将来有机会你去那个剑桥，剑桥很大哈，剑桥是整个城市都要剑桥。它古老的大学是这样，是大学是这样，它是私人的，它是整个那个城市都叫剑桥。所以真正古老的大学，真正好的大学没有大门，不会有大门。还好我们这边只是一个门岗，没有大门。如果有大门，那比方说这个水准不太够了哈。大学里边不应该有大门的嘛？大学也不应该围墙，因为围墙就比方说跟外界是隔离的嘛。这整个就是这种那种景观，那整个那种心态的概念。所以你看呢，就是现在慢慢进步，就是说那个所有的公园都是把围墙打掉的。你发觉说那个围哈、啊、公园把围墙打掉之后，这个城市是比较这样，这个城市是比较人性化。你如果围墙很高，这个就表示封建嘛，这代表就是封建，隔离啊，就是隔离。OK，所以呢，你最重要就是这个哈弧长这项要怎么算哈？所以就是这边，那这个弧长呢，刚好就是这样，我的哈弧长我要该怎么算呢？就是我必须回到原来的这样，原来正常的积分，我们常见的就是牛顿的积分，从 a 到 b，你把弧长呢变成是 dt。那差额就是这个微分，对吧？因为我用到的是这件事情，ds，这是 r 的微分 t，dth 哈，dt，所以你只需要算这个量出来就好了，算这个量出来就好。那如果我的函数是一的话，那么这就是弧长了，单独就是弧长，就是你的弧线的长度哈，OK。这是你的哈，就是这个哈，就是这个这哈这一段的弧长哈，arc length。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哈，就是半径为 a 之上半圆，那你要算它的哈，算这个线积分，对吧？那算积分算这线积分，你必须把它变成是这样一般的积分来算。OK，所以你第一件事情要先算弧长，对吧？所以，如果是二维的时候，我的 ds 对吧？如果是二维的时候，一般而言，我就按照我的毕氏定理，ds 就是等于根号 dx 平方加 dy 平方。
啊，是这一项。那如果是这样，我的 x 跟 y 都是 t 的函数，那么我就同时除以这样 dx dt 的平方加 dy dt 的平方，那你除一个 dt， 外面就乘上一个 dt， 就这个量，对吧？然后呢，有时候我们比较熟悉的是 y 是 x 的函数，对吧？如果你现在是 y 是 x 的函数的话，那么呢，我的 ds 就等于是一样是 dx 平方加 dy 平方，就是毕氏定理，对吧？那 y 是 x 函数呢，我就把 dx 拉出来外面，对吧？所以是一加上 dy dx 平方，那这边就是 dx， 对吧？就是通常就是如果我的 y 是 fx， 但这边呢也告诉你说，没有一定 y 要等于 fx 嘛，啊，好，没有说 y 一定是我就写 y 好了。你也可以换过来 ，x 是 y 的函数也可以啊，啊，所以你也有这件事情。如果 x 是 y 的函数，那么都把它变成是啊，你就把它除以 dy， 把 dy 拉出来外面，所以等于是 dy dx dy 的平方加上一 dy， 所以等于是就这样子就可以哈。OK， 所以不是 always y 等于 fx， 不是 always 这件事情哈。OK， 所以这时候呢，你的 x 就写成 t 的函数嘛哈，就是 a cosine t 嘛。那我的 y 是 a sine t， 那我的 ds 呢，对吧 ？ds 就是这样，就是你跟这边的这样，你这边要算一下哈，我的 ds 是根号 dx 平方加 dy 平方，算一下，这是 a dt。OK， 所以这时候就变成是这样，就是原先所学的哈，所学的积分呢。所以你算线积分还是要回到原来的积分来 ，OK？ 所以最后呢是三分之二 a 四次方 ，OK？ 然后呢，你最后算出来就是我这边有 a 对吧？因为这样回到前一页哈，你看呢，我这个式子，我的是半定为 a 的圆对吧？半定 a 的圆，所以你从这个式子来告诉你说。我的 x 的 dimension 就是 a 的 dimension， 对吧？我这个式子里边，我的 x 跟 y 都是长度嘛，啊，它的 dimension 都是长度，就是 a 的 dimension。OK， 那所以呢，我这个线积分，我现在都还不用算哈，我就可以先猜，我这是 x 平方 y ds 这项的 dimension， 我用这个差不多这个符号来表示。这是 x 平方，这也是 x 平方。这是 y， 就写 y。这幅画真的是我自己弄出来哈。有后来我所有的积分我都用这样子来看哈。然后呢 ，ds 是弧长嘛，对不对？所以我不然就写 ds 好了。所以呢，它这边跟 a 的 dimension 一样，这 y 跟它的 dimension 一样，那弧长也是它的单位也是 a 的 dimension 一样。所以这边一定是 a 平方一次方一次方，所以是四次方。所以你最后的答案是不是一个 a 四次方要出现？就说如果我这样，我现在是有半径是 a 的，那么你算这个积分呢，算出来之后，最后一定要一个 a 四次方。如果不是 a 四次方，一定错的啦。OK， 所以我这边哈就用 dimension 的这个角度哈，让你先去判断，就说你到底算对了还是算错了。如果 dimension 不对，就算错掉了。OK。所以这边这是我要提的这件事情。然后积分符号啊，积分符号因为积分是加的意思啊，所以 dimension analysis 告诉你一件事情，一加一还是一啊，因为是面积加面积，面积还是面积，长度加长度加长度，通通加起来还是长度。OK。所以呢，有这边呢，我也可以做这件事情。你看呢，一加二，加点点点，加上 n。我们都会背这个公式，对不对？我们是 n 加一，对吧？那一的平方加二的平方加点点点加 n 的平方，记得起来吧？六分之 n
n 加一，二 n 加一，啊，三次方，对不对？你背得起来吗？刚好是这边的平方嘛。OK， 你看呢？我这边是加法，加法就是积分了、啊，对不对？这边就相当于是这积分了，这个意思嘛。然后这边就是什么 f 就是这边是 x， 然后 dx， 它类似这个味道嘛，对吧？我这边是积分了，就是 x dx 的意思嘛。对，所以我这边如果是 n， 对吧？这边是 n， 这边一个 n， 所以它一定是 n 的平方。这个哈，求偶的公式，一次方的求偶公式一定是二次方了。对吧？那我这边平方的求偶公式一定是三次方的。对，因为我这边有，就相当于我这 dx 的哈，有 dx 这味道。那如果是三次方求偶公式，一定是四次方的。所以我就算是不知道哈，也可以先猜是这个公式：一的三次方加二的三次方加 n 的三次方，我一定可以猜它是 a n 的四次方，对吧？加 b n 三次方加 c n 平方加bn， 对吧？你之后再加一个一，那你再带一个特别值去算 abcd 就可以算得出来。OK， 这三次方之后一定是一个四次方的公式。你的右边，对吧？因为你这边求和，求和实际上就相当于是积分的意思，啊，相当于是积分的意思哈。OK， 那有时候这公式我记不起来哈。如果有人去当家教的话，建议大家做这个东西哈。当 n 等于1的时候，这边是多少？这是1嘛哈？那这也是1嘛，对不对？这边2的时候，这是3嘛？那这边是5嘛哈？对吧？多写几个。3的时候真是6，真是多少？14嘛哈、啊、再多写嘛哈、啊、4的时候真是10嘛哈、啊、再加16是30，对不对？真是5的时候真是15，再加55，对不对？然后呢，我这边把它擦掉。对吧？可以吧？哈，可以哈。先把它擦掉，不要拉那么远嘛。紧拍弹，变细弹。OK， 我这边是可以约分，变成3。这是7。注意哈。除以10，这边三分之一，13，对吧？除以5，对吧？除以十五，这边真是3，这边是11，对吧？然后再观察一下，这边通通都是3，那这边两个都是1，我们是在一个民主社会，所以只好这样啊，只好认了嘛哈，多数决嘛哈，3。所以这边是9，这是3，这边是3，对不对？所以是不是1加2加点一点加 n， 有到 n 的时候，1平方加2平方加点一点加 n 平方，应该这边是3嘛，对不对？分子哈，分子是3嘛，那分母呢？分母是3579，对不对？是奇数嘛？奇数不是2n 加1就2n 减1嘛？对吧？那1的时候是3，那当然就是2n 加1啊，对吧？所以我这个公式是不是已经有了？所以1的平方加2的平方加点点点加 n 的平方，它是三分之2n 加1乘上这样二分之 n 加1，是就那个公式。
对吧？就是那个公式。哦，税哈。OK， 这个是好的数学。如果你去哈、啊，如果你去中学去教那个什么，去当家教的时候，你就秀这一招。OK， 那三次方的公式也有，那个古希腊人他是这样，就是哈、啊，就是、说你排那个好像在画那棋盘，那个棋盘的点哈、啊、点的，你把它画一下，啊，刚好就是那个样子，它刚好就是一个刚好是一个面积的平方。OK， 有空再谈哈。啊，比如说我现在这是一个内摆线哈、啊、，x 的三分之二次方加 y 的三分之二次方等于 a 的三分之二次方，这图形画起来大概是这样子了哈。因为我这边 xy 是有对称性，对吧？所以如果你只需要画第一象限出来之后，其他就把它哈上下对称、左右对称，所以就是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哈就是 asteroid。所以你看那个，有没有人喜欢打 hockey 的，或者是喜欢看 hockey 的？在台湾没有打，没有看 hockey 的习惯哈。但如果是这样，如果是在哈就是北欧的，或者是在加拿大的。啊，尤其加拿大，他把 hockey 当成是他的国球。如果他输掉，他认为他好像那个啥，整个好像我们这边看球赛看王建民输掉，就是鬼狼，就非常的物质嘛。就是他是把他当成是国球。就有一队很出名的叫 Astroid， 什么就是什么新什么队了哈 ，Astroid， Astroid， 就看起来就像一个星星嘛，啊，星星会发亮的 Astroid。你看哈基会非常的 exciting， 因为两下子之后就开始那个人家拖了掉掉啵啵啵，啊，你看他啵啵啵，其实你就会 exciting 哈、啊，这人就是有这个兽性的、啊、哈。OK， 然后因为有这个对称性，因为有平方嘛，所以自然而然你所联想到就是极坐标哈、啊，所以就 a 分之 x， 你把 a 除过来对吧 ？a 分之 x 的三分之一就是 cosine 西塔，对吧？就是你就利用那个所谓的极坐标变换。OK， 所以我现在 x 就有了 ，y 都有了，对吧？那我的哈，我要算那个什么，算那个弧长公式，你只要就要算这 ds 这一项了。那 ds 就开根号 dx 除哈 dx over d 西塔的平方等等等等，这边把它算一下。那西塔的范围，因为它是要整个绕哈，从这点跑到这边来，所以必须是绕一圈，对吧？极坐标从原点这边开始要绕到这边来，啊，是绕一圈，所以零到二拍是绕一圈的意思。因为你看到二拍，它就是绕一圈的意思哈。所以我这弧长就是整个这个积分算出来最后是 6A， 还蛮趣的，还蛮有趣的哈。我这半径这边是 A， 那这边呢这全部是 6A 了哈。6A， 所以相当于这一段是 1.5A 了。对吧，这算哈这一段是 1.5A， 它的弧长这个弧长倒是算起来不是很难，但面积不太好算。面积就不太好算了。OK。你看呢，因为这边你把它写成 y 的函数，然后这边呢 y 写成 x 函数，你把它积分，这个积分不太好积哦，啊，你可能积不出来，所以不是微积分最简单哦。OK， 不是微积分最简单，我随便，比如说这个题目，我要算它的那个什么面积就好，就说我这个题目哈，我这内摆线，我要算这个积分，你就算不出来了，啊，就算不出来，因为它是一个特殊函数。啊，这时候就是啊，会跑出什么椭圆积分这种东西哈。OK， 那 anyway 呢？你看呢？我从这边从原来方程式里边给的我的 x、y， 对吧？它都是长度的单位嘛哈，所以就跟 a 是一样的，同样的单位。啊，所以我要算弧长的时候，弧长，对吧？弧长它单位还是一样，就是长度的一次方而已嘛。所以最后跑出来是有一个 a 嘛，所以它不会跑出一个 a 平方、三次方，也不会二分之一次方。所以跑出这个 a 是有意思的哈。那或者我现在是一个哈，是一个螺线，啊，是一个螺旋线。OK， 所以基本上就是 xy 这边是一个哈 ，xy 是一个哈，就是 xy 的部分是这样，是一个单位圆。然后我的 z 呢是这样，随着时间 t 呢，它就慢慢往上升哈，慢慢往上升。OK， 就是像一个圆柱了哈，像一个圆柱，那圆柱呢慢慢往上拉上去的。就像螺丝的样子哈，螺丝的样子。所以我的 x 就是 cosine t，y 就是 sine t，z 就是 t 了，啊 ，z 就是 t。所以这样呢，我要算它的这样，你必须要算它的这样，算它的就是弧长哈，弧长的就 r 到的哈的贴值，你把它算一下，就是这边微分之后，对吧？你直接对 t 微分，那其他贴值是根号二，
所以这个不是很难。所以呢，有了哈，所以我的 ds 就是这样，根号2 dt， 那你的 xyz 分别用这样 cosine t sine t 哈，跟 t 把它带进来，所以这边是三角函数的积分。OK， 所以最后呢就是负二哈。OK， 所以这边是一个负的二分之根号二，这可能是哈，因为那个方向你的顺序的问题哈。OK， 啊，这边没有问题，因为我这边是 xyz 这边没有 guarantee 一定要正的哈，但是弧长的部分就只有根号二 dt 这一项的积分，啊，这边是二根号二派。OK， 好，我这边要提了一下，就是说你算一个积分。啊，你算一个哈，就是你在一个公式里面看到派，啊，你看到派的时候，如果你有看到一个派，直接联想一定有缘。啊，如果你哈，你随便一个公式里边，比如你看到任何一个公式里边有一个派的话，那么它一定要有缘，你必须要把那个缘找出来。OK， 那这件事情是我看那个非门的专题里边提的。他就说他有一次就是一个物理的公式，公式里面就出现一个派，然后他说了，他说他从中学里面就有这个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很有想法的，很有创意的。他说他读中学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概念，就是说看到派直接联想就一定有缘了，就一定有缘。他那时候就是他已经很有名气了，然后就有一次看到一个公式，然后问系里面的同事，啊，问他们系里面的同事，啊，有没有缘啊等等啊，这些同事都是大人物啊。在加州理工学院，对吧 ？Caltech 就是大概就是物理，几乎是理论物理几乎是最好的地方了，啊，尤其费曼还在的那个年代，啊，这些都是大人物，而且甚至可能都是诺贝尔奖得主的。然后他说，有的人就说，这个直接给他一个答案，说啊，不用管了，反正他就是一个公式。然后呢，他那时候觉得不服气，啊，他就因为他觉得说有拍一定有缘，后来他自己就去想一想，去把它弄出来，他真的有缘。OK， 所以有兴趣去看非门的传记，值得看哈，值得看。然后比如说这个题目呢，我从000这点到123哈，这个点它是直线，所以你首先要把这直线的参数是直接写出来，那这个比较简单，就直接 t2t3t 哈。所以有了之后，这个是 r 这个向量对吧，然后 r 动就直接微分是 123， 那其他的位置就根号哈，一哈根号14，所以我的 ds 就是一个根号14 d 哈，就根号14 dt， 那你再算一个 x 平方加 y 三次方，我的 x 你就用 t 来代 ，y 是用2 t 来代，啊，所以这边计算一下，就三分之哈，就最后是三分之七根号14，这边只有计算而已哈，不是很难。OK， 那刚刚这个也是一条新平线，那这个积分比较特殊哈。这个积分比较特殊，就 x 平方 dy 减掉 y 平方 dx， 然后分母是 x 的三分之五次方加 y 的三分之五次方，那一样我的 xy 直接带进来，那原先是这样，是对哈，是这样，然后我的 y 呢是 a 的 sin 三次方，你就把它就直接围进来嘛，就 y 直接把它围分，啊，最后都变成是 dt， 那 dx 也是一样，把它变成是 dt。OK， 所以你这边经过一些计算之后呢，是这个量。啊，是这个，就一个 cosine 平方、sin 平方这样的积分 ，OK， 是这样的积分。那我算出来之后是哈，16分之3派 a 的三分之四次方 ，OK， 三分之四次方。那最后是三分之四次方，这件事情也合理。你看呢，分子跟分母都 x 的三分之五次方，三分啊就都是 xy 的三分之五次方。你把这边的 xy 都看成是 a， 对吧？所以分母是 a 的三分之五次方。那分子呢是 x 平方 dy， 所以分母基本上就是 a 的平方还有乘上 a， 所以是 a 的三次方，对吧 ？a 的三次方，对吧？所以你这边是 a 的三次方除以 a 的三分之五次方，所以最后是不是应该是 a 的三分之四次方？啊，可以看得出来吧 ？OK， 所以我主要的哈，我讲这个东西主要就是要让你有的感觉，啊，让你有感觉，先猜对了，答案先猜对，那个 order 要对。可能就差一个系数而已，对吧 ？O 的先猜对了，然后再去证明，就说这些大数学家啦，这些大很出名的像费门这些人，他都是先猜出答案的嘛，基本上都是先猜出答案的，猜出来之后呢，对了方向对了，然后你的努力方向才对嘛，
对，一定要一个大方向先出来哈。然后他们这些人都是很会猜哈，但他猜不是乱猜，他就有一定有啊有他的一定的根据。那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至少我目前为止，我觉得 dimensional analysis 是一个蛮好的方法，先让我去猜出它大概长得像什么样子哈。那我这边呢，举几个比较出名的哈，就是如果是极坐标，我的 r 等于 r 西塔，那么我的 ds 就是你把它写成这样子哈，就 x 等于 r cosine 西塔，y 等于 r sin 西塔，所以我的 ds 呢，对吧？我的 ds 就是实际上是根号 dx 平方加 dy 平方，就这它这件事情。那我的 dx 直接算，啊，我这边就是全微分而已哈，这边就是全微分。所以我的 dx 呢，就是 r，然后 cosine 的微分是负的 sin 西塔 d 西塔。那我的哈，对吧？所以来的话是 cosine 西塔 dr，是这样子而已。OK，就是你做哈，你就把它做全微分。那 dy 也是一样，dy 呢，对吧？就是啊，cosine 西塔 d，应该是先写 dr 比较好哈，没关系了哈。所以这边是 cosine 西塔，这边是 d 西塔，那再加上 sin 西塔 dr，对吧？所以你看，我这边 dx 平方 dy 平方中间有这样，中间有交叉项，刚好就没有掉了哈。所以我这边是 d，我的 ds 平方。就等于是 dx 平方，dy 平方。所以你看，d 西塔这边，刚是 r 平方、sin 平方、cos 平方这两个加起来是等于一，所以等于是 r 平方，d 西塔平方，对吧？然后中间有交叉项，刚好这两个一正一负抵消掉了，OK。然后再加上，对吧？跟 cos 哈，cos 平方加 sin 平方又是一了，所以这边是 dr 平方。啊，算一下，就是正好是这个式子，OK。那这个式子有趣的一件事情，首先它没有中间的交叉项，没有 dr dθ，照道理应该有 dr dθ 嘛，啊，这边没有，那告诉你怎样，我的 rθ，我的极坐标是一个这样正交的坐标，OK。所以这边没有中间的项，因为就是说我的 rθ，它也是一个这样互相垂，是一个这样正交的坐标。哦哼，就是正交，是一个正交系统，啊，是一个正交系统，OK。然后还有这公式，你算的这公式呢，对吧？或者是有时候你就直接看书，看到这样的公式，那你又不愿意去把它算过一遍，没关系，dimensional analysis，你看它对不对嘛？对的话就往下看，如果不对的话就马上验证。啊，马上更改。所以你看左边呢，ds 是弧长，对吧？所以这边是 l 平方。OK，那这边呢，r 是半径，所以这是 l 平方，对吧？那角度不带单位，啊，角度不带单位，所以这边是一的平方。那 dr 也是半径嘛，对吧？所以也是一样 l 平方，这对的。OK，所以对极坐标而言，你的哈 d 西塔前面一定要配一个 r，对吧？一定要配一个 r，这才是对的。因为 r d 西塔这时候它的单位才是这样，才是长度。如果你的 r 没有的话，它不没有单位，它就没有单位。OK，所以或者你可以做这件事情，就说 d n 哈，你的哈就是 d x d y 分等级坐标的时候是 r d 西塔，对吧？因为有 d 西塔，所以通常我习惯是这样子写。dr 这边有，那这边是 rdθ，dθ 这项一定要配一个 r，你这样哈就永远不会忘记，你这时候 rdθ 这项才是长度了，这项才是长度，啊，或者就是你现在做极坐标换过来这边，对吧？我这边是极坐标哈，我画到这边来，我这边这一块是 dx。用三角形好了，delta x delta y。那经过极坐标的变换之后，
变成伞形的一部分哈，伞形的一部分。OK， 所以这边半径这是 r， 这半径，所以这段是 delta r， 那这角度呢拉到这边来，这是 delta theta， 所以这段弧长，对吧？这个是弧长是 r theta， 所以这是 r delta theta。OK， 所以这块面积呢，对啊，对啊，这块面积是 delta x delta y。换过来这边，它不是 delta r delta theta， 因为那个、这件事情 dimension 不对，对吧？这时候啊，不是 delta r delta theta， 因为这时候 dimension 是不对，因为我这边是弧长，弧长是这一段是 r theta， 所以这是 r， 所以就等于是 r delta 就是 delta r r delta theta， 就会有这个 r， 那个 r 哈，就是说自然而然那个 r 就会出现。你知道它必须是 dimensional balance， dimensional balance。 OK， 那这边呢我提一个你在微积分里面没办法算的这个积分，零到无穷大 exponential 负 x 平方 dx， 我是习惯我们是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这积分 OK， 就这个积分我把它叫做 i。OK， 这积分蛮出名的哈。exponential 负 x 平方是这样子，这是 exponential 负 x 平方，在零的时候这边是一，无穷远的话是零掉了，因为它是这样 ，x 平方是偶函数，所以是两边是对称的。OK， 这就是你的常态分配了，高斯积分。OK， 高斯 integral 哈，反正指数是一个很特别哈，指数 x， 我们前面谈那个这样。他那个简单的微分方程的时候就稍微提到了哈，那就以前听说就是有某个人他读哈读数哈读数学系，他读读读哈他个空体啊发疯掉了，然后看到人的时候动不动是什么哈，哦给你微分给你积分给你微分给你积分，对吧？那有一次他就碰到那个什么碰到一个人，他说我给你微分我给你微分，对吧？然后呢最后后来就把他抓到警察局去嘛哈。然后他说一直问他为什么，那个人就控告他说他说一直跟我微分嘛，然后我说我怎么微分怎么分，对吧？怎么都还是没有变呢、啊？然后后来另外那个人就跟他讲说，因为我是 exponential 2x， 因为他是 exponential x， 你把我怎么微还是他自己嘛哈。OK， 这积分呢没办法用微积分算，没办法用微积分算，所以他的想法是 Poisson。他送的想法哈，他写成 i 平方是这两个积分相乘。那你这边已经用了 x， 就不要再用 x， 这是习惯哈。是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 exponential 负 y 平方 dy。OK， 那把这两个这样两个积分呢，把它合并在一起，变成是一个重积分，变成是一个重积分。exponential 负的 x 平方加 y 平方，这 dx dy。OK， 那这积分，对吧？你看到一个函数，你看到一个函数，它是 x 平方加 y 平方的函数，对 ，x 平方加 y 平方直接联想就是什么？半径，对吧？你直接联想就是半径，所以你就是要用这样提坐标，所以呢？对，就等于是我范围还先没有要写哈，所以这是负的 r 平方，是正好是 r 平方。那 dx dy 我刚刚是不是有那个极坐标了 r dr d theta， 对吧？然后呢，我现在范围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所以我在平面上是整个这样，好 ，x 是负无穷大正无穷大 ，y 是负无穷大正无穷大，是整个。好，一二三四四个象限都有哈，所以这样我的半径呢，从这边拉出去，零到无穷远嘛哈，我的半径是零到无穷远。那我的角度呢，要转一圈，对不对？我转一圈才是把整个平面都盖住了，所以是角度是零到二派。OK， 或者有时候我就直接这样写，因为我这边已经直接跟我的角度无关，所以是零到无穷大
expansion 负 r 平方，这是二派 r，b r 是这样子，我这边直接就二派 r 了 ，OK。然后呢，我这二 r 呢，把它搬进去就是 d r 平方了，所以这就等于派，这边是零到无穷大 ，expansion 负 r 平方 ，b r 平方，那这积分刚好等于一，对吧？所以这边是派。所以我就证明了 I 平方等于派。等于派。所以呢 ,sorry。所以呢 ,I 平方等于派哈，所以 I 呢就等于根号派。就出现了。OK, 就是这个值。然后呢我这边偷偷取条，我已经偷偷取条了哈。你怎样呢，我这样一个函数 ,dxdy, 它只跟半径有关对吧，我就把它想象成是这样，我现在是在这样，我这样在一个积分，在圆周上面积哈，就是在圆，那圆的半径积分，这圆这一圈对吧，这一圈呢是二派啊，然后呢你要算面积对不对 ,dxdy 嘛哈，宽度对吧，你把它看成想象成草绳，宽度是 dr, 是这个。OK, 我这样一个半径的积分，我这个重积分呢，可以把它想象是我沿着圆周的积分，对吧？圆周的积分，啊，圆哈，就圆周呢，沿着半径的积分，所以这是二派啊，然后宽度是 d 啊，所以就是这样。我原先那个哈，就是以前牛顿的积分是，我是用这样，用瓷砖哈，是用这样，用长方形的哈瓷砖贴成整个哈整个平面，对吧？那我现在呢，我的瓷砖是用弧状的。用弧状的贴一贴，我一样可以，是不是可以把整个平面贴起来？那这就是提坐标的精神。OK, 好吧，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哈。